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红帽观察室。今天是久违的来自 Reddit 的两句话细思极恐小故事系列，那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故事，片场。下一个场景是水下拍摄，女主演需要出演溺水的场景，如果她坚持不住了，会竖起两根手指喊停，到时候你把氧气面罩递给她就行。下一个场景是你的水下拍摄，如果你气不够了，只要挥挥手，工作人员就会把氧气面罩递给你了。第二个故事，弟弟。我有些担心，我弟弟每天晚上都会在睡梦中发笑，而且越笑越大声，非常吓人。今天我终于忍不住告诉了弟弟，你知道你每天晚上都会在梦里狂笑吗？好吓人呀。弟弟抬头看着我，哥哥，我也能听到你的笑声。第三个故事，监禁。在被监禁的第12年，我终于找到了反击的机会，把监禁我的绑架犯推进了壁炉里，我终于自由了。但当我第一次走向地下室的门，却发现这扇门需要指纹解锁。第四个故事，看守。女王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圈高大威武的看守，他们都是从战事中精心选拔出来的佼佼者。大家总是认为这些看守是保护女王安全的，然而没有人知道，其实他们的任务正是看守女王。第五个故事，监视器。我疯狂地砸坏了电脑、手机，并把房间里所有可能是监视器镜头的东西都砸了个粉碎，这样他们就不能监视我了。但当我想用锥子把镜子也砸碎之前，我发现了他们知道我所有事情的原因。原来一直以来我还漏掉了两个小小的监视器。